23岁的星二代，妈妈是70年代台湾四大美女胡慧中的何家珍，近年相当活跃。她又曾经在网上面以野心模特和时尚博主自居，她努力经营社交平台，频频和网友互动。近日她就拍了一条一个人去长洲的片，更加是她首次在香港拍摄，她全程都是讲流利的英语。她透露今次去长洲是要影相，亦都分享了摄影师拍的打卡相。期间她向观众介绍怎样买船飞，自爆了自己没有八达通，不过她自小都有司机车出车入，没有八达通亦都非常合理。